称汉中国行，耿总在进行。大家好啊，我是耿总，咱今天来到了这个乡情杨盛行，都说这里被称为最素朴的一个村庄，同时呢也是拉面哥的老家。我来这里啊，不是来看拉面哥的，我是来蹭饭的。如果说在全国最素朴的这个村庄都蹭不到饭，那蹭饭就别蹭了，退啥退，走吃饭去。这个环境不错，不知道有没有人居住？哎，应该有人居住，有房子。哎呀，不知道有没有在家。大爷，大爷在家吗？大爷，没有人。这家是从外面看是大门紧闭，估计吃不上饭。这边还有一户人家。咱看看能吃上饭，门口有鸡，运气好的也许他能给咱杀鸡吃。先看有没有人，不说其他的了。哎，门开着呢，有门有门有门。你看有鸡。大哥，洗衣服呢？中午饭吃了没有？中午饭吃了没有？能给你吃个中午饭不？不吃。咱中午不吃饭。不吃饭那算了。玩的。旅游的。大婶儿，中午饭吃了没有？没有啊。你怎么了？咱中午饭都还吃吗？啊？咱中午饭吃不吃？不吃。咱那边不吃中午饭吗？嗯。不吃中午饭。嗯。我们那边吃个饭吃。旅游的，我们想来你那边吃个中午饭呢。嗯。咱那边不吃中午饭是吧？嗯。不吃中午饭，那打扰了、啊。也不知道这边怎么样。哎，这边有个摩托三轮。哎，这个树挺好看的啊，老铁们，看能不能在这里吃上饭。哎呀，肚子饿得咕咕叫哟。不知道有没人？有人吗？哎呦，这里还有条狗，害怕，有点害怕。看的也是大门紧闭，估计也没人。没人。再往这边走。我们这个旅游迷路了，要找点饭吃。在你们找点饭吃。给你吃个中午饭。啊。中午饭。你有啥吃啥，有面条吃面条，有馒头吃馒头。有煎饼，我们跟着你吃煎饼。啊。我一个老王没那个。啊。咱平时不吃中午饭吗？家里有没有吃的？都可以点锅的。不去做花生去。哎。啊。那又吃不上饭了，又饿了。有饭吗？给我们弄点。给我们下碗面条也行。嗯。我那个，俺那就给我这吃，不是。啊，到他给你送。嗯。你家是这里的吗？你家是这里的吗？这是你家里吗？这是你家吗？中午饭没吃呢，给你吃个中午饭不？行，真吃。真吃，叫三小鸡的。真给杀鸡吗？啊，杀鸡呀！我出门拍视频的，我专业蹭饭的啊。哦，反正就饭吃了。那我中午就给你吃了。行。跟着那个大姐去她家吃饭去，太感谢这个大姐了。不至于咱今天没饿肚子。哎呀，你看那路真不好走。
这路，哎呀，全是坡。这地方都是土路，陡坡。养的小鸡仔呢？太难了，咱们别配了，太难了，咱俩。哎，有保安，土锅土灶。哎，石头房子。点火，一点。我也没多安排。我告诉你，看什么啊？什么油？花生油。花生油。爱吃花生油。咱这里称它为果子油是吧？嗯，花生油，反正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乡村是吧？嗯，乡村呀，乡村呀。咱们回来以后能吃饭吗？啊，咱们都下班了。这俩可怜的，山里人太热情了。鹅蛋。有菜就行了。山里的人的淳朴真的是没得说。鹅呀，这么大鹅呢？这个鹅蛋好几块？六块。有这么贵的？有。三。山里也这么便宜吗？有鹅蛋？上次我在飞仙大集问呢，六块。小的五块，大的六块。剩你的少不了。嗯。过年花生种，花生种。鹅蛋吃鹅蛋不能，鹅蛋营养价值很高的。这个是营养，这个卤就可以的。你叫了，牛蛋花生卤，颗粒非常的饱满。原来这个原来是要给花生当种子的是吧？哎，留了果子种。哎，你们这边人太那个热情了，果子你们把果子种都给我们炒了。你这感觉干的，你好哎，刚才我就感觉不好意思啊。没事。这是鸭蛋还是鸡蛋？小鸡蛋就是。对，是鸡蛋。啊，鸡蛋。那为什么是鸡蛋？小乌鸡下的，小乌鸡下的，就这个，是那个吧？乌鸡下的清淡，啊，小黑鸡，杀了几个？六七个，六个，六个，喝个面条给六个鸡蛋，太奢侈了，那是，弄得我们都不好意思了。六个人，两人运坏了，一人三个。哎呀，一起吃得了，一起吃，一起吃。刚吃过。太过了。我感觉下了好多花生米。同样的花生米。对。来拉面吃。炊的土锅。面条出锅了。外面刚才贵了，外面说好看，绝对是良心主妇。三个鸡蛋，哎呀，这么好，哎呀呀，这个饭，叔叔阿姨太热情了啊！炒了一个乡村鸭炒鸡蛋，炒了一个油炸花生米，他这个花生米都是他的那个种子。山里人太热情了。
果然是好客山东人，好客杨树行。咱话不多说，正式开始吃饭吧。你看荷包蛋，山里的鸡蛋都弄了三个，哎。哎呀，你蹭个饭弄得鸡鸣狗肺的，你看，哎呀，这不得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我去！哎呦我，这下雨怎么走啊？这下雨不就没法出门了吗？哎呀，哎呦我操！不容易啊，全是石头房子，哎。然后，哎，你别看这地方不怎么好哈、啊，他们这个地方安保系统挺齐全的啊，又是狗啊，又是鹅呀、啊，看门的啊，很厉害啊。哎呦，哟，这还有银杏树啊。哎呀，这小羊啊，哎，没啥送你们的，一份小礼品不成敬啊。谢谢你了啊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快回去吧，回去吧，你这跟着一里路了，快回去吧。哎，我们不会要的，你我们要是要了，还能搞这个干什么呢？